挑战给奥路过100个生日就第三个。去年给咱儿子整了个双层大蛋糕，今年必须更上一层喽，整个三层的。第一层当然要做成，要集好吃的草莓味了。当然这还不够，写上我的祝福，整点小装饰，再加上一碗排棒棒糖。接下来做第二层，简单调个色，这简直和做真蛋糕一毛一样啊！已经弄奶又弄蛋糕，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吧！就问这么漂亮的蛋糕，谁能拒绝啊？一碗出品必属精品。第三层就做成芒果味吧，是那味了哈，真的好想咬一口。这三层蛋糕你们最想吃哪个味道呀？再给咱们欧露整根蜡烛，不知道到时候他会许什么愿望呢。反正我就希望他可以一直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小海龟，每天谈谈游客李李。我还准备了这个秘密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角迪士尼最可爱的小海龟 Chung Chung 和皮。你们说欧露会喜欢这个生日礼物吗？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